冷将，台湾国产，年龄25岁，身高1米，连战绩66胜。中国的名将吴雪松，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击败了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经过裁判的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2回合26秒 KO 获胜 ，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lor。那么，詹帕克能否重夺属于自己的荣誉呢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不要忘记在观看节目首播期间，可以使用微信的摇一摇进入摇电视。摇动手机参与我们的在线互动竞猜，您将有机会赢取由昆仑决。